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刘真老师啊，他带来了这个宫保乾坤袋。好，完全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哈，这个宫保我们就知道了。宫保乾坤袋，应该是没有听过啦。你在开黄腔吗？我觉得我已经被你骚扰到。像乾坤袋有骚扰？平常说乾坤袋，因为它这个这一道，你是在讽刺我生过小孩是吗？我没有这样的联想啦，请不要对号入座。你在女性面前说带这个字，你觉得礼貌吗？不是，这个应该还好啦，它是什么带啦？宫保乾坤袋，我们还以为端出来应该是有袋子的形状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哎。啊，有。但是它，因为宫保是一个料理嘛，宫保是一种料理的方式。那乾坤袋其实是这个食材的，就是师傅帮他取的一个名字。你是敢吃田鸡的吗？不敢。可是这是田鸡的胃耶。对，可是田鸡的胃就 OK， 对不对？不是，可是我吃到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没我想象中那么恐怖，那么恐怖，因为他用宫保那个手法，味道很重，而且就不会是直接那种感觉。对，而且因为他没有一只，所以他如果上桌的时候是一只田鸡摊开来，然后肚子切开里面有味就不行。很少有人这样吃田鸡，然后还放他生前的田鸡照片。而且师傅出来会称赞你漂亮之类的吗？师傅在谢，而且手上还拿着一只牛蛙，是不是？不是因为你跟师傅，不是因为他跟师傅，他又不是美食家。师傅之所以愿意推荐他菜，一定是因为就是想认识之类的。因为你们这种互动，如果不是在做节目的话，是有这个必要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我上次介绍了那个脆皮叉烧。然后就大受好评，然后连我自己都订不到位，还有鲜汁鸭，就连我自己去都订不到位，因为康熙太多人看了。而且我后来发现，除了要定位，还要定菜，因为我上次就只有定位，就我定位到那边，我就说我要那个鸭子，然后他就说已经卖完了。所以你后来就直接去师傅家里面拿叉烧？没有，我就除了要定位，还要先定。不是因为他跟那个师傅的互动，还说你先吃，猜猜看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是青蛙味啊。调情，所以整个互动是在包厢里面进行吗？我想不出来哎，是对，但有很多人啊，就有很多客人，所以师傅知道你不会跳舞的是吗？然后把田鸡放在桌上，对对对对对。凉面啊，凉面。凉面不用讲吧？凉面会有什么地方有特别的？有特别的。凉面是哪一位？我。哦，我闻到一个怪味道。这是麻辣的吗？嗯，应该闻得出来。这道菜是只能用闻的，是不是？大家有先答案？你不知道答案吗？都是闻。先用闻的，它会有一种刚刚讲的有点类似什么？你有吓到的感觉是不是？好像是可爱动物区的味道。可爱动物区的味道。可爱动物区。像喂兔子的东西什么的？你有尝到我女儿？但它可以吃。这个而且我们平常我们也都会吃。丁小晴她的玄机是来自于她的调味料，不是她的面条，可能不是真正的面粉那类的。是像侦探哦，老师他是怎么死的？你说谁杀他？芝麻面吗？芝麻面条。接下来 CS 来台北就是由吴天海老师做组长。李组长，我现在牺牲了。眉头一皱。可胡组长的特色就是每次都把它吃掉。局长就会说尸体嘞，吃很慢，他那个动老是动是。放晴天。睡了。这个 CSI 会很特别。组长班睡完吃掉的睡觉。它味道那么重，应该很好吃。提醒你吃了吗？提醒大家一下，它其实跟色泽有关。味道里面好像仙草的味道。你还醒着？组长需要一点时间思考。睡醒了吗？睡醒了。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跟芦荟有关吗？植物的味道蛮重。也不是海苔，也不是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里面加了什么料呢？你猜对了。组长对了，胡组长。果然啊，胡组长眉头一皱，他影集真的要开拍了，好厉害！
吃出仙草味的，因为它那个气味哈，跟一般我们调的香料不太像。还有我想起来，我上个月就是去那个苗栗吃一个仙草店，到底怎么死的呢？他那边就放这个东西，他的店好像就是放这个东西。所以是吃仙草噎到吗？这个？接下来是这个平安八宝火鸡啦哈，这是哪一位推荐的？啊，是一路。一般烤鸡通常都是会很容易很柴，尤其是鸡胸肉的部分。鸡胸肉，这是我吃过最嫩的鸡胸。它是用低温烤的。OK。还有最难得的是，它真的是很成本很高，它用的是那一种加拿大的野米。哎，老师好厉害哦！这种长长的煮了会破的那个米。那他那个火候控制得很好，所以他没有。死者生前是吃了加拿大的。你觉得死者要死了多久才能被塞这些东西？应该是从温哥华飞到台北来。感觉是芝麻饼干吗？不是，没有这么简单的食材。就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出现在海盐甜点里面。Oreo cookie 吗？哎，对，不是。是最下面这层应该是，不是这个，是那种海盐那种粗的那种，它是有咸跳跳糖，不是，对，怎么有东西在？我知道有，你讲对了，有一点点跳跳糖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有东西在颤抖？啊，好跳哦！那是什么？那个不是，不是重点吗？那不是苏打，苏打粉，不是，苏打粉应该不是。它是咸的，它里面有咸的味道，那个咸的来源是什么？对，就是那个来源。啊，其实里面有胡椒啦，植物有，泥巴不是。其实重点是那个咸味，咸味的部分，咸味，它是一个很妙的食材。咸味，想知道答案吗？还不想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吃到它，盐巴、蒜头味，但是它的蒜头味比较弱。有，可是你要咬久了才对。那个蒜头是熟的蒜头味，不是生的蒜头味。蒜头。老师，你说得出蒜头？老师，你真的是，你真的很厉害。继续给我们看答案吧。我们看一下答案。蒜头味很重啊！一开始吃还没有，你刚刚说你会觉得它是，你不要表现得好像我们舌头是死掉了一样。